阿弥陀佛！这一集啊，继续那个大家报告，不说阿弥陀经，诶，要解啊，就是我一袋书也注解。那么，咱看到经文的正中分。 啊，著、就是为你是啊，福过下礼佛啊，开始。以下这经文著是《弥渡经》的正宗分。顶一集啊，咱讲到这个正宗分第一大段内面的第一小节啊，讲一小段啊，这个段落内面啊。 五岳大师的注解、啊、咱从即个文过来念一遍、啊、第一小段圣观起名一经要记，圣观为慧行，起名为福行，德行优秀，专由圣观之幼母啊。前面、啊、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讲到这。 接落来啊，咱看下面的文啊。品味高下，全由取名之亲切；圣愿为前多，取名为静修、啊。咱来讲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咱来讲一下。性愿行有次第啊，著、就是讲有一个深后的次第。 啊，处地就是讲有较大声啊，那么有较厚面啊。如果照即个性圆型来排列，心是第一啊，过来就是观啊，过来是行啊，啊，这都是处地啦。啊，那么特别是对于初学啊，啊初学过的人，啊，或者初初接触到净土法门，首先。 咱来当升起信心，啊，即、这个信心是第一个条件啊。如果无信心，啊，下面都拢未成就，不单是佛法啊，就是咱世间诶事业啊，任何一个事业要成就啊，首先啊，都要有信心。 如果无信心呢，啥都做不成。啊，这个心呐、啊，信心是摄出世间法，啊，一切法成就的先决条件。那么，咱修学净土法门啊，即个《弥陀经》啊，这个、啊佛第一就是劝咱来信。信心实在是无容易啊，啊，无容易来建立。 前面咱讲了真侪啊，无非啊，拢是要互咱对付法升起信心啊，乃至释迦牟尼佛呢一生所讲的经论经典，也无非是开发咱的信心啊，咱对即个事实的真相。 这个理论啊，方法境界、无了解啊，信心就真难建立啊。所以呢，讲遮做就是要互咱升起信心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科学家今日会当证实嘞。 啊，著、就是讲现在科学家呢，已经有发现有一寡现象，甲佛经讲诶呢，有差异真接近。实在讲呢，科学家到目前为止所发现诶，也是真有限。啊，更较深一层诶理论思想、啊，目前科学也无办法来解释。 啊，比如讲，啊，经典上讲，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啊，微乎的法界，啊，菩萨法界，啊，因果法界，声闻法界，天道的法界，人道的法界，阿修罗的法界，畜生道的法界，五鬼道的法界，地狱道的法界。 那么这就是经常讲的虚化界啊。对于虚化界，科学家都无办法来解释。科学家知影，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位处空间的存在啊。咱人啊，起码在这个地球上，以前呢，咱目睭看会到 足深度啊，这精神啊，那么这是生活在三度空间,啊,空间啊,啊。那么比咱看最度诶，空间诶，咱看未着啊；比咱看少，咱也看未着。那么科学家呢，现在有发现啊，确实在即个宇宙间呢。 有真侪不同空间位处嘅存在啊！换句话来讲呢，有不同不同这个位处空间，到不同位处空间嘅众生。科卡家讲生物啦，啊，咱佛法讲众生，啊，咱看未到，接触未到。那么是法界呢？ 意境庄严，就是不同位处空间的状况。那么分大类来讲啊，起码有十种啊，啊不同的空间位处，学家无办法达到。比咱境界较抒情的有天都，天都内面有欲界天、有色界天、有无色界天。 六道之外，要有声闻、眼、隔、菩萨佛、佛啊，咱人道下面呢啊，有有畜生、饿鬼、地啊啊，就是讲畜生道内面也真复杂，嘛真侪啦，咱会当了解也非常有限啊，畜生咱会当看会到，接触会到呢。 啊，咱感觉是真水咯，啊，可是啊，有真水咱看袂到诶，啊，是属于畜生道。啊，比如讲，咱一般民间啊，画迄灵啊，啊，迄、那个灵咱人就看袂到啦。啊，那么灵是属于畜生道，啊，伊变化。啊，咱只是在即个画图啊图案内面啊，看到有人为即个灵啊。 啊，以及寺院内面呢，啊，即、这个条啊，啊，石头拍拍这两条，啊，咱只是看到即、这个，实际上呢，咱毋捌看过，毋捌看，可是伊是真实存在。啊，那么这都是举一个例啊，那么咱就知影，啊，即、啊这个不同位次空间的众生伊是存在，啊，毋是讲咱看未到。 伊都无存在啊，咱看袂到啊，事实存在即个代志呢，非常非常诶多啊，个佛在经典啊，甲咱讲甲啊，真多真详细啊，所以科学诶知识啊，讲实实在在诶话呢啊，甲佛法内面所讲诶啊，伊、啊、了解非常非常诶有限。 啊，真正是米不足道，啊，了解一点点啊。真正是一个科学家，伊诶态度伊清楚，已经证实诶可以相信啊，不能证实诶伊也毋敢讲无啦。为什么呢？科学技术要不断诶进步。 过去，遐科学家认为因发现的是真理啊，但是过了无偌久啊，过无几年，后来科学家有有更较新诶发现啊，甲前面迄个科学家发现诶定律推翻咯，啊，即个咧太醉咯，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。 光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，啊，唔敢讲啊，伊这个都是永远决定是真理啊，唔敢安尼讲法啊，这个话就讲得真聪明啦、啊，啊，以后若有更确信的发现、更确信的发明超越，啊，伊现在发现的这个都被推翻了。 啊，咱宇宙之间诶奥妙无边际啊，都亲像佛经讲诶，无量无边呐，无穷无尽啊，无底深天呐，啊，其广无边啊，而且深不见底啊。好，这都，我咱世间人啊，慢慢去探讨啦。 啊，用科学诶技术、机械诶方法啊，你会当探讨一教诶，抑是有限诶。古经、古经上讲诶，用一时来探讨，现在拢无离开一时啊，一时有极限。在佛法内面讲，一时可以引到阿兰雅性。 啊，言未到，真如本性啊！真如本性咧，言未到啊！就讲，以这个能力啊，达未到啦。所以，佛讲到真如本性，只是讲了一句话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不可思议，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啊，去思维。 不可思是未当用言语说明啊！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你用咱现在即个意识心去想，想未到啊！要用言语讲也讲不出来啊！言语的能力啊有限，有一个极限达未到啊！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。 啊，你会当思维，啊，你会当想会到诶，有一个极限滴，啊，迄个极限呢，只是会当演到啊。咱野醒，啊，真如本性毋是啊，咱野醒，啊，咱野醒是第本性，啊，真如本性你演未到啊，汝著想未到啊，想未到，啊，所以呢，到迄个时候。 所有一切科学方法拢无用处，用袂着。嘛，这件代志呀，过去这个东美先生曾经甲家讲过啊，因为家早年在台湾呢，迄阵啊啊，咱个佛教界啊，安法师主持佛教会。 那么这是真早了啊，大概也是三四十年前的代志啊。那么在咱台湾中国佛教会大专副合讲座，那么道安法师请家叔去担任总主教。家叔当时都真想在这个讲座里头啊开一门啊，课程啊，叫做英明。 啊，原因的因，明辨的明。啊，因明就是咱现代这个学术界讲的这个逻辑，啊，就是辩证法，啊，辩证跟逻辑，啊，跟这是同一类的因明，啊，这是古早印度的，也一门的学问，这门是属于科学的方法。 啊！对讲从这五条间啊，事事无无在事理呢，做一个归纳啊，整理逻辑。嗯、那么当时家属都非常希望啊，会当请到彭东美先生来甲他家讲一个科目啊。家属呢去找伊啦。啊，彭先生讲，佛法呢讲较客观及改善。 就讲讲较悬的、较高级的佛法啊，阴明这个物件就无路用啦，啊，用未着咯。阴明辩证法啊，逻辑啊，拢拢、啊、用未着。啊，所以彭先生讲诶一点啊都无错，在高级佛法内头，确实无路用。 那么对什么人讲呢？初学初级、中级有路用啊，高级的符法呢都用不着了因为高级的符法呢超越了意识啊。那么像音明啊，这个科目啊，这都是属于科学的方法理论所以以后呢。 诶，这一门功课啊，也都无开啦啊，无在即个大专佛法讲座来开即个科目啊。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？用禅定，用清净心啊。禅是印度话啊，翻译中文的意思是精路啊，就是智。 啊，停止的止，录就是观，观察的观。啊，所以禅也叫做机关啊。啊，那么修机关呢，咱知影，天台宗啊，修这个三智三观。啊，那么实际上呢，这个机关啊，同一切总派。啊，咱念官呢，嘛有机关。 啊，志简单讲就是放下，啊，所谓放下万缘，放下身心,心世界，啊，从咱内心梦想分别执着，啊，这十念啊，放下，那么放下呢，这就叫志。观就是看破。 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，那么这就叫观了啊，观察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那么你就会当见到事实真相。所有说出世间啊，这方法理论，拢无离开意识啊，拢是为咱即个意识心所产生。 啊，在即个意识的范围啊，那么到即个高公大师啊，就是注解《楞严经》啊，这是以后啊诶注解啊，以后注解啊，清朝时代啊，迄个时阵。 那么，甲唐朝时代注解《楞严经》，啊，那么即个都无共款啦。啊，即、這个高公大师呢，伊注解《楞严正未？啊，伊为什么甲楞严经》佫做一个新的注解呢？真正的原因也是为即个道理。啊，著、就是讲梦心甲真心。 《楞严经》是跋拉密的尊者啊，传到中国。那么迄阵是中国同调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啊，这个跋拉密的尊者呢，将这个梵文本的林《楞严经》啊带到中国来翻译啊，那么。 林岩京翻译完成啊，是在东朝中宗的时候。翻译了之后，林岩京所有的住所、灌溉啊，拢是用天台宗三智三观的原理原则来解水。那么高工大叔是明朝时候的人。 啊、那杜教呢？我讲清朝呢啊，这是定正一个啊，是明朝才对啊，毋是清朝啊，啊是明朝时候的人啊，甲连地大师同时啊，共迄个时代。那么高公大师伊认为即一种思路毋是灵验的基础啊，所谓思路的讲，伊迄个。 思想体系啊，对注解《楞严经》诶，即个方式啊，甲楞严经》本经啊所讲诶，即个宗旨啊是无共款啊，因为三智三观啊所用诶，也是以意识心啊为即个意识心来下手。 啊，要无离开心意识啊，为意识心下手。所以高公大师为老人家主张呢，应当用灵验啊，以本经的教义啊，灵验经本经教义呢啊，加咱用棍啊，卖用石啊，所谓下石用棍啊。 用这个意识心来下调，直接用咱六根的根性啊，卖用绿绿色啊，完全无用第六意识啊，的用什么？用六根根性，伊、啊、即个讲法是正确啊，得到证明啊，符合《楞严经》啊本经的宗旨。 高工大师也是一个念佛的人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大概呢，伊寿命到了，阿弥陀佛要来接应伊。啊。那么伊见到阿弥陀佛，甲阿弥陀佛讲啊，讲《楞严经》是大乘佛法内面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。非常可惜，自古以来有真多真多的人注解这部经。 啊，拢无甲伊真正诶基础掌握着，啊，伊诶宗旨基础呢无压掉，那么伊发心啊，想要重新啊，甲念严经啊，写一部注解啊，向阿弥陀佛呢请假啊，现在暂时啊，阿无要去西方啊，等伊呢，甲这部经注解注好了啊，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啊，阿弥陀佛的尊也盖了，啊，或者造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故事呢，是写在《灵岩精的书文》里头，啊，那么咱相信高公大师啊，绝对未骗人啦，啊，毋是伊在编故事，啊，是事实，啊，为着甲楞严经》做注解呢，啊，那么。 用往生西方叫世界时间诶啊，点滴呀，演的后面下士用功啊，讲的是不错啊，但是无人有法多来修啦啊，咱五世纪以来用这个新意识啊，用意识心用了真习惯。 啊，即么一叫咱讲卖用意识心，啊，这相当困难，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理论是符合人严睛啊，但是呢，无人用会着啦，啊，真少人用会着。如果用三治三观的方法啊，中上根性的人也用，要有能力来修学啊，因为。 伊是为意识心下手啊！如果下士用棍啊，那著迄著较险中感快。上上棍的人则用啊，不但是上顶根基的上顶根基当中的上顶啊，上上棍的人啊，较多用这个方法。唔是上上棍的人无分啊，这个方法呢用袂著。 啊，未相应啦！灵言是讲污浊人生的真相，所以在佛门内头，这一部经至今出名。过来，祖师大德常常讲开智慧的灵言，啊，成佛的法华，这两句话，一般学过的人拢知影。开智慧的灵言，为什么讲成佛的法华呢？ 啊、因为佛过去在真侪经常拢讲，一天天不能幸存。啊，一天天是虾米？啊，这是梵语、印度话。一天天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无善根的人。啊，这人啊，无甲一点仔善根。啊，或者翻作善根断去的人。 那无成婚，伊本来是当成婚，这是会上上讲的，在、啊、其他诶经论啊、佛典啊，讲法。但是高家佛讲这个《妙法莲花经》啊，《讲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会上》佛就讲了，啊，佛讲一见体要佛性，一见体要能成佛、啊，那么迄都是无一个未成佛的咯。 所谓众生，拢可以成佛啊！这个公法，甲华严经上讲的“情以无情动完终，终极意殊相应”啊，一切众生拢有佛性啊，有性都可以成佛嘛啊！世间作作恶业、习恶啊，在、这个、极恶之人都有，都佛性。 啊，袂使讲伊最大恶极，伊不能成佛，无即个道理。有佛性啊，伊若遇丢缘，共款成佛。宣道大师诶话讲绝了啊，讲啊，真好啦。啊，重在有缘不懂啊啊，每一个人的因缘无同，造物的言无同啊。那么伊不无遇丢。 幸福的缘啊，伊故就做恶业的缘啊，所以伊做罪业啊，伊爱修胳膊啊。那么修胳膊呢，总是有修完的一天啊。什么时候胳膊修完咯、啊？那么这就不一定啦。 啊，即、这个时间长短啊，每一个众生也无共款啊，个人的缘无共。啊，这个话安怎讲呢？啊，伊若是干五咯，即罪报就消咯。伊若无干五啊，迄、啊啊这个罪业啊都有通啊好修啦，都好像像做梦共款啊，做恶梦啊，苦甲不得了啊，伊若一醒过来啊，即、这个梦就无咯。 看伊虾米时候醒起来，啊，伊若醒得紧，啊，一收诶，做时间就短，啊，咪收遐长啊，啊，真正就离开咯。啊，伊若醒得慢呢，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即、這个休做时间就长啦，啊，所以最大恶极之人对阿比地啦。 什么时候出离得当，这也无一定诶时间啊。啊，得看伊什么时候干哦。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忏悔。啊，自己真正知影错了。啊，知影回头。啊，即一点忏悔。啊，以复兴。 都出现了啊！因此，我在宗教里头常常教导咱，咱也未使轻视恶人啊！啊，咱对做恶的人也未使轻视，未使看伊不起啊！为什么呢？啊，无一定，伊将来成婚呢，在我的前面啊，我抑都在做伊个地主啊，这有可能。 啊、因那是忏悔力量真大啊，那么一成就就紧忏悔力量不可思议，真正知影错了，真正回头，咱中国谚语常讲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，所以信愿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教光法师是咱非常敬仰。 赞叹的就是大善知识啊！民国初年，元英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，咱从伊传奇内面看到，伊二十五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啊，立志专攻，到七十五岁，伊楞严经的讲义完成。 啊，现在流通啊，这个灵验证工艺啊，咱仔细看这个根本啊，内面呢，十分之六以上啊，拢是依据灵验证背的注啊，可见原因法师已受到灵验证背影响之深啊，咱现在学灵验。 学文言法书的工艺好啊，因为伊是近代的人啊，民国初年啊，所用的文字比较比较浅显。高公大师明朝时候的人啊，文字确实是比较比较浅啊，尤其现在咱对于中国古文啊，这里、個、古代文学疏忽咯。 啊，无即个汉学诶，对比，啊，读古早人诶物件咧比较比较困难。学林研啊，应该先从万英法师诶讲义下手，啊，然后啊，则去看古早人诶注解，安尼你就有基础了。啊，你若一开始就读高工、大师诶注解，啊，读即、這个。 长水所啊，这种高早人的住宅啊，灵岩经的住宅真较有名的住宅都二三十啊，开地会的灵岩啊，但是咱也知影啊，个大选地势啊，最后拢是求生净土。 啊！高公法师是求往生净土。元灵法师啊，你看伊上海啊，万明刚等啊，如果能够万明刚等参观著知啦。啊，伊即个刚等呢，伊有写一个三求等啦。啊，伊求三项代志。啊，第一求福，第二求慧，第三求生净土。啊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啊，真正有智慧、有见地。 啊，真正神知识无一个，毋是求生净土的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、啊、乐世界，咱在无量寿经读得真多喽。寒凉季老居士的会一本啊，家书过去讲过十遍。啊，现在在新加坡正宗学会，啊，是讲得十一遍，啊，要不讲完。 每隔一两个月啊，或是两三个月啊，这时间无一定啊。家属去新加坡啊，拢会继续讲啊。那么这一处呢，无时间限制啊，可以详细讲啊。那么迄边的同事也欢喜听啊，听经人数大概每一处拢是一两千人。无量寿经常甲咱讲，西方极乐世界殊套。 三辈九品，品味高下啊，这个代志是安怎形成的？某位大师讲，专有名之亲切啊。那么，伊讲的毋是无道理，是有道理啊。至于数套三辈九品啊，先都大师讲，重在五言不懂。 两位大师讲全由取名之亲切，啊，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无矛盾，啊，可以相辅相成。取名亲切，啊，也就是讲你念佛，是不是会晓念？啊，会晓念跟不晓念差别真大，啊，那么。 这个缘分有关系啦。啊，缘分也好，有得真正先地性，啊，真正是语言不懂，啊，汝有得真正先地性，伊教汝诶方法都无同款，啊，原来头最重要诶是老师，啊，汝跟倒一个老师学习，啊，即、这个人修行功夫是安怎样？ 这是第一的老师啊！如果这个老师呢，优秀优、又学啊，那么伊教给你呢，这个练好的方法啊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啊，那么你功夫呢，就深入了。其次，是同学啊，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缘分啊。咱一般古文讲“同参道友”。 啊，互相勉励、切磋琢磨啊！各在基础的呢，学习的环境啊，这东西言啊，这东西语言不懂。环境内面啊，大环境是咱今日居住的地球啊，啊，基础的环境是咱现在生活的地区啊，小环境是咱。 一道场，善言是对咱修学有帮助。不善的言是常常啊，因有引诱咱阿咱也是内面的烦恼失去迄个言都不善。善言是虾米？会当化解咱的烦恼失去。 增长咱的道心，增长咱的性关行，这个缘殊性啊！所以一切缘拢殊胜，拢会当得到啊！这是真不容易的一桩代志啊！咱看到有真多真多开始学习诶时候真好啊！学习了十几年之后啊，甚至二十年之后、三十年之后。 遇着障言，伊放弃了啊！无再学即个法门，去学别个法门去了啊！即种人啊，真多啊！这咱在国内国外呢，啊，拢看得真多啊！那么，这著是无言不懂啊！最根本的啊，抑是修行啊，伊无修行啊，著、就是讲无。 跟定一个老师来学习啊，或者呢，又因缘遇到好老师但是对老师无信心啊，地位无开，感情用事啊，经不起诱惑啊，这在佛法里面拢称之为魔障啊，一遇到魔障。 这么讲，从因果上来看，啊，咱、啊、明了，啊，是过去世生生世世，啊，甲人有过节，啊，总是咱障碍伊，啊，只生咱在修多，啊，咱搁再遇着伊，啊，伊又来障碍咱，过去生咱障碍伊，啊，只生伊来障碍咱，确、啊、实、啊、是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。 所以真正成军说出世间法，拢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真正成军是孝道啊，这个代志难。但自身遇到障碍真侪，挫折真侪，打击真侪啊，要有信心，要有决心，也不退转，也当精进努力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啊，确确实实啊，都、就是靠修。啊 即个囡仔时代有一点啊基础啊，那么家私呢啊，伊讲伊即个基础，毋是在学校学嘅啊，伊即个年纪啊，小学嘅时阵呢，迄阵也有书塾教学啊，著古早时代即个书塾嘅教学啊，迄阵也无学校啊，六七岁时候啊，啊，迄阵拍即个拳击。 那么这个时代呢，老师教学生啊，首先呢教这个学生要孝顺父母。那么做父母的人呢，教这个礼女，要尊师重道。啊，老师呢教好，父母教紧啊，这父母甲老师互相配合合作，安、啊、尼呢，即系当教这个学生。 即个德行啊，教好性啊，所以家师伊讲啊，伊是从六七岁的时候啊，排即个根基啊。如果讲啊，今日啊，伊对老师不尊敬啊，对道业不重视啊，那么伊就会想着讲啊，即个对不起父母啊，毋敢安尼做。 这是中国古早人常讲的：“孝行立天性，习惯生自然。儿童教学影响一生。”啊，家父为讲，伊自生有这点啊成就，是靠童年诶时候，迄、啊那个时候学习，大概是两年诶时间啊，带咧砖卡啊，接受即个私塾教育啊，以后呢，有即个学校了。 接受学校的教育、啊，在学校教育里面呢，对这方面呢，都讲得真少。啊，家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啊，在学校著愈来愈少。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：“成就一修在于信敬，尽心恭敬，一分信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信敬得十分利益。” 如果不行不顶啊，黑度不足以为官呀啊？换一句讲无成就咯。啊，就不就關啊一說就所以家属啊，伊一生诶时间啊，一旦经得起打击啊，经得起挫折，别人争啊，一娘别人骂无聊啊，伊决定啊，不还口啊，别人拍。伊。 不定无害手，啊，经论上啊所讲诶，完全落实咯。啊，不但无怨恨心，而且要有感恩诶心，感谢么恩诶。小业主，啊，伊诽谤啊，别人对伊诽谤侮辱，啊，伊总是想讲，伊奈袂去诽谤别人，啊，袂去侮辱迄个人，单单来侮辱我。 啊，如果咱若是有神通，啊，知影过去生长诶代志，啊，可能咱过去生曾经安尼对待伊，啊，今日缘无掉了，啊，伊回报，啊，报复，啊，一步还一步，明白个人接受了就化解了，来生来世见面著是善友了，啊，即、这个。 不善的言报掉了，消了啊，所以不能精啊，不能有一点点啊，万分心，有一点啊，万分心，即、這个干的永远啊存在。那变成安怎呢？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，这叫不得了。生生世世，彼此双方拢痛苦啊，这才叫大错特错。 干活的人，明白的人，袂做即个戆志，所以保持自己心底诶清净，决定不迷，决定不乱，决定不颠倒，永远在清醒诶。状况。咱在收果报，收果报就是消业障，业障消了，福慧就显现前。说出说法无例外，所以取名功夫诶亲切。 也是需要智慧啊，需要先知识的教导。即个头最重要是会当避免一切重难，即系靠智慧，爱靠成功，爱靠忍力。真正学习古早时候个修道人做学问的人，永远修住衣、依林無精、无经、衣食无求。所以印功做事教导咱现代人，如果 有志同道合的同学斗阵共修，人数卖超过二十人，小型的道场。在中国啊，以前啊，咱讲戴帽平就好咯，啊，过真简单的生活啊，人少毋免化缘啊，毋免去有信徒啊，毋免做发挥，毋、啊、免做经常服侍，常年服侍。 普通打佛七这种方式啊，当年佛七认真修，如果真正当遵照用功做书，这个方法来修学啊，那么咱深深相信三年到五年啊，即二十个人拢拢往生。如果你若听到即个话就惊咯不得了啊！即三五年搞到要死咯啊，算咯。 慢慢修了，啊，迄都无法度。为什么？你嘅目的唔是要求往生吗？啊，这个世界比吉大家较好，啊，这个世界苦难太济了，啊，这个世界无苦，啊，如果惊死，啊，那么平常咧讲嘅呢，啊，你处于讲要往生，实际上心内头是贪生怕死，啊，这不能成就。 啊，李老师讲诶，一般的人，啊，一般的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，有道理。啊，迄两三个是真正想要走。啊，大多数诶人口内讲想往生，啊，啊心内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活个一百岁、两百岁，伊、啊、无想要走，迄就无法度咯。啊，那么这也是终归。 拢是语言不懂，无遇着真正显地性，无听到真正的开导，自己也是迷理不觉，对这个誓言也是有真心的贪婪，啊！安尼念佛的功夫未得来，所以今日真正修行人，自东多合同参道友，啊，是在讲找两三个人都非常难得啊，二十个人要到到找呢？ 找到这是真话啊！石桥摩尼哥最初在诺亚湾读五 BQ 啊，加伊甲几只人六个人，六个人同心同力，能创造，志同道合啊！所以家书过去也曾经讲过啊，在早年七十年代时候，香港水田发书到台湾去看。 甲家属讨论要安怎样甲佛教兴旺起来？家属当时也甲讲，佛教要兴旺，爱真正发真心诶。人，啊，真心求道，啊，一共偌济人诶，啊，家属甲讲五个人对应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五个人创教，啊，今日有五个人可以行教，啊，但是即五个人兴起，一定爱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爱行辟邪诶制度。 啊，今日树下一宿啊，咱无需要建什么道场啊，即五个人优化在人间啊，家属迄个时候建议啊，带一个小、啊这个这个这个、帐篷，啊，一个一个人一个帐篷五个人啊，那么这是小道场啊，那么小道场呢，确确实实。 啊，那是安尼修学，啊，个即五个人啊，斗阵研究经教念佛，即款诶宗团确实会当甲佛教啊兴旺起来，带动起来，啊，那么西定发出去的时候真有兴趣，啊，家师甲讲你啊，等香港啊，去筹备一个啊，筹备好诶时阵啊，四五个人，啊，家师讲一定来参加，啊，可是等去之后消息就无咯。 啊、所以呢，要坐高的人啊，会当肯吃苦啊，真正会当放下不容易。那么我，咱今日啊，看到家书呢，伊、啊、也是有一个小赌场。啊，过去在台北买化妆图书馆啊，韩馆长建立一个化妆图书馆。 那么，家师伊家己一生嘞，从来无建道场的念头。啊，图书馆是韩馆长建立的。啊，在图书馆，护持三十年。啊，那么这是家师呢对韩馆长呢，啊，这个念念不忘啊，感恩你三十年的这个护持啊，有这个小道场啊和一些方法理、理 啊、这节的时间到了，咱就报告到这啊。下面下一集再个继续来给大家报告。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